大家好，我是阿江。大家看看我手中的这一条是什么鱼？我刚刚在去菜场散步的时候，在公园散步的时候，发现它，受伤了，被水草缠住了。这个鱼叫翘嘴红脖，你看它嘴翘着，头比较小，身体比较修长，是我们太湖和长江流域这带的一种鱼。这种翘嘴红脖，肉质比较鲜美，它在太湖里比较多，本地人叫它白刺鱼、太湖三白。现在把这条鱼，拿到一个水面比较大的这个公园里，我来慢慢把它放掉。好，再看一看，重归自由吧，好好。哦，你看游走，估计这条鱼是受伤了，又被这个野藻缠住了。你看现在。放到这个水质比较好的另外公园另外一个池塘里去看看，它在自由自在的游了。你看它在深水区里面游了，看看，慢慢的向水中央游去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谢谢关注。